吧？盲猜，有在亚视。我给攻雷锋。猴哥，猴哥，你要是把铜猪给刀了，不我不报，我不报你，我保你。为啥呀？我没有刀啊。我损刀的，五帝也要刀人的。我损了，你死就我烂，你死。我死了就是不准刀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 ？NPC， 你死了就是波神刀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刀崔姐啊？我看见了，他刀了，他呆住了，他也不缺报警。NPC 刀的，过。沉不住气了吧，猴哥啊！我趁猴哥过来的时候，我说猴哥，你要是刀铜珠的话，我必保你。然后铜珠，然后猴哥说我没刀，我没刀。然后大喊土地爷刀人了，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然后猴哥转头就把铜珠给刀了啊，亲眼目证啊，面刀。猴哥，土地爷这人品不行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朋友们，波神啊，说一句场外的话，波神他上一把说。他说如果我有刀下把我必刀你，完事以后我这一把复活跟波神在一起，然后这会儿波神他就一话不说，他说你什么身份，他就一直跟着我，然后拿着刀，据我对他的观察他一定是有刀的，他想刀我，我说波神你别跟着我，你跟着我我要开刀了，你跟着我要开刀了，完他不说话，这个时候我 CD 好，我回头一刀，结果崔婉莹冲上来了，谁知道呢，他老喜欢做这种犯贱的事情，过刀了崔婉莹无所谓。我都不记得我上把说啥话了，你搞神经那么紧绷，你这把肯定有问题啊，我操，谁割刀的呀，那你买单吗，凭什么刀我最可爱的臭宝宝猪，我说实话我都不记得我上把说这句话了，你这么敏感你肯定有问题，这刀是一个 小白哥知道是一个刀的，不要是一个滚买单，谁哥可能是刀错了，猴哥是百分百是狼，给铜猪刀了，面刀过了，猴的 K 空发言，那么又来到了这个最艰难的问题，出 C 哥还是出猴哥，让 Saki 来归票过。哎，你看啊，俺们复仇者联盟已经说好了，那把不说的好好的吗，我们杆儿啊，悄悄摸摸的，这土地爷上来就说你的杆儿同志我可指定不说，我说行，那我就把他嘎了吧，那土地爷出来给我报了，土地爷这人品不行，兄弟们，但是啊，如果你说要出谁，那么我肯定是出 C 哥，对吧，因为我知道我什么身份，所以我一定会出 C 哥，我希望我们复仇者联盟集合起来凝聚力过。我啦，哎，我在听着，我想出胡哥，因为那个 C 哥的那个他的那个故事要稍微冷静一点，并且还追溯到上一把，但是胡哥这个就比较平淡一点，他只是说了复仇者联盟有点就是苍白无力的感觉，并且为什么到心理活动也没有说，所以说 C 哥这道我信一点啊，然后我听着这个王波罗也不像什么好赢啊，过了。我也感觉 C 哥还可以 ，C 哥这个很硬，感觉很硬。就非常硬，猴哥感觉就是有点不是有点软了，都行过，那就票猴哥呗，为什么说都行呢，反正我能保轰轰啊，我们俩是鹅联盟，我过了，帅一哥跟我走吧，猴哥啊大哥我可帮你投了一票，帅一哥大哥，嗯，牛的，我可帮你投了一票 C 哥啊，不是复仇者联盟吗，怎么断节了大满猴哥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，猴哥这子弹先飞一会儿，你自己几乎先吃的，我、啊、我今天可没惹你，而且我上来就给轰轰说我是警长、哎、你非要跟过来，我是狼，我昨天哎别他妈的了，崔婉莹、哎、我还不了解你吗，你如果有你如果有刀 你刚刚那一刻就是你刀我、哎、对是不对，和解吧，我准备刀我都没招惹你，和解吧，还在嘴硬，那为什么你要撞上来往我脸上撞，我只能往后退了，你还往上撞，和解吧，我的视角里面是菠萝在我前面，我刚准备出，我跟你说当时的站位是这样的，我非常清楚、啊、你在这儿，我跟你在这儿、嗯、你来了，你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对，你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波神在这儿，好，快点快点，坏了啊，拿去，我搁那灭火的途中我跟人撞撞啊，就是
油炸鸭是个鹈鹕，在我跟猪猪、菠萝、土地爷往那个灭火任务去的时候，油炸鸭吃了猪猪，我就跟他喊，我姐那是肯定不可能，油炸鸭是鹈鹕。然后呢，我进了灭火那里，这一站子要开了，我天天撞撞跟我说，啊，他吃了吗？那么就不可能结束了。吃了他的鹈鹕，吃了猪猪，然后没回应。然后呢，我就把火灭了，灭完看见那个修灯那个方块那里有个土地爷的尸体，那油炸鸭是鹈鹕，那这个刀就是狼开的，狼开那狼应该是个菠萝啊，应该是菠萝，菠萝是个狼，油炸鸭是个鹈鹕，看你们想先出哪一个，只能在他们两个里面归，好吧，啊过。好热闹！你这不是到加拿大了吗？我们都在外面，就你和周远独处啊。还不好说，反正我弃票。步步鹈鹕一开始吃了猪猪，在那个医疗室的上面，原来是鹈鹕混混已经在我肚子里了。他给土地爷刀的好，谁哥步步就应该这样。芒果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场面非常的不堪，就是王菠萝铁狼，你知道吗？他跟土地爷两个人先走了，你还记得吧？我在灭火，我们两个在里面灭火，对吧？这是二，三油炸鸭，又是可能是吃了猪猪公主的这张牌，我觉得啊。然后步步步能报警拍到土地爷这张牌是好牌，因为在起火阶段，如果步步步能报警，他肯定身份比油炸鸭高，油炸鸭铁是鹈鹕。那么现在还有问题，你如果是好笑三的就是炸弹狼，那就是三比三出不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身上有颗炸弹，我等会儿就八秒钟，所以说你归票，我们这把只能归谁都不好归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着归吧，我给你点就这几个了，笑三是炸弹狼，油炸鸭是鹈鹕，菠萝也是只狼。好吧，你看着归一个，我们三个好人只能看着头了，好吧，过，弃票过，啊，就弃票了，哎，这点那么快，哎呀，那没办法了，本来想把这步步给冲了呢，那没办法了，弃什么票啊？我们票够啊，把步步冲了不就好了？非得弃票，干嘛呀？点那么快干什么？那过吧，那就弃票吧。你也不是个好鸟啊！我炸雷，跟你好雷有什么关系？我傻了，我操！等会我出来，旁边别站人啊！我出来，旁边别站人，谁站我给谁吃炸弹。呼噜！我给我狼队等着吃我的炸弹吧啊！等着神罚啊！等着神罚啊！一个二个的，等着神罚。现在喜欢玩笑啊！炸弹。OK OK。嘣！哦，操！操！这有人啊！哈人啊！哈哈哈哈！女人啊！都没有人看见你的尸体啊，火火哥哥，你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了。万一呢？操啊！操！操！好！啊！芒果，芒果，这什么玩意啊？我没办法，他们点票点太快了，我想骗票的，但我不装鸽子也票不出去啊。也是啊。哎，我没有办法。我操，这把根本就没有看怎么玩的，后面我点票也票不出去了，没什么办法，全是高手，全是高手。哎，我今天玩的也太帅了吧！太帅了，波神，哎呦，太帅了，太帅了。好，哎，给你们这帮小狼人上一课啊 ！C 哥，你什么什么 ？C 哥，啊 ，C 哥，我是好人带刀，咋的了，猴哥？你什么刀？喂，能听到什么刀？你说，我是人家刀完了以后来来来我才能刀。什么刀？哦，牛的，人家刀完以后我。做个好人任务，我做了好人任务。我跟，哎，我跟土地爷波神复活，然后波神说他是跟踪者，我一直猛喊土地爷死了，土地爷顶不住压力给波神刀了，后怎么死的我不知道，出土地爷过了。那就听土地爷咋说吧。这个 C 哥上来，我跟 C 哥先对的身份。C 哥，我沾印他，我觉得能沾印他一个好啊。C 哥身份应该是好啊，过。
OK， 猪猪公主发言，这把我跟布布出生在一起的娱乐室，我俩开不了灯，然后旁边后面来的谁来着？忘了，那听听壮壮怎么说呗。过。OK， 我做了发动机的任务，应该做完了，然后没有见到别，没有见到过别人。过。我后面来到娱乐室的有布布，有 Saki， 还有一个猴哥在那个门口。过了。我这一把。100%保同珠，出他之前先出我，好吧，我听同珠归票，我过了。啊，我做了个任务，我做了他台球的任务，那这样子的话进去，那左上角应该会有两个任务，我跟珠珠在一起。嗯，珠珠跟我说他把好今天。嗯，没有别的信息了。油炸鸭报警，芒果是鹅，然后我跟他一起出生在池塘里一间，我就给他报了身份。然后就拍进来了，猪猪布布一起，嗯，土地爷刀人 ，C 哥在我这儿，油炸鸭一定是好人，那孝三必是坏，所以我出去直接给他一刀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在我这提好人只有油炸鸭和芒果，然后后面两个我怎么看都不像好，嗯，我听他们俩发言，然后。我感觉有问题我就点票吧，因为前面听了一圈我也没觉得像坏你叫我归票，我们俩在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信息啊。芒果好过。兄弟们，我只能说一个字，爽啊啊，过过。啊，我和猴哥不说话吗？啊，我和猴哥互换身份互保，没别的信息，爽，还都说爽了，还能说什么？动他动他怎么说？谁一哥怎么说话声这么小？还能说爽了，还能说什么？行吗？那给他整死。好吧。啊，行吧。那这是几个任务的条？你啥身份呢？我是侦探，我做了发动机的任务，但是布布说他做了任务。你俩都做任务了？不对呀、啊，我看只有一个任务啊。这是一个任务还是两个任务啊？这是两个、哦、那就没事了。好吧，那好吧，我跟你一人一个。好吧，一个的话那个条条会再细一点，芒果说是鹅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们两个贴好，那好吧，拿下了。拿下有什么用呢？能做任务的基本都是废物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还真是。嗯，不是废物干嘛做任务呢？你说还真是，我做了好人任务，给刀了，刀了，给谁刀了？我们做任务刀了吗？我做了好人任务，啊、谁想给我刀？我们做任务了呀？什么意思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什么意思、啊？芒果不对呀、啊，芒果要让油炸鸭刀你，他知没？是油炸鸭说的，这个、让我刀我说是，不是油炸鸭报警人呢？给他刀了，给他刀了。啊？芒果说的，芒果说给他刀了。哎，怎么没有尸体呀、啊？他们人去哪了？芒果要刀我吗？没有人呢。猪小白哥，猪弟弟，他们两个一直在追我，我在那边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头有点晕、啊。他们两个一直在追我，他们两个从剑桥，因为我出来我就在找芒果，我就怕他死外面了，因为他是鹅，我只是确定他是好身份。然后上来布布跟我一起在那个娱乐室，还有猴哥，然后我就往那个储物间那边走，然后我看见小白哥和 NPC 两个人从剑桥往左边走，然后他们俩就一路追我，一路追我，一路追我。我说你们两个不要过来，然后他们就在后面一直叨叨叽叨叨叽。他们两个见面如果不认识，必死一个的这两个人一起从剑桥出来，跟着我一直转转转。然后我跑到娱乐室按了喇叭，我问你们，这两个人不是狼吗？我出小白哥，我受不了了，火锅啊不。我吞 NPC 过。不是同桌，你这个有一点点惊弓之鸟了啊。我和崔伟莹两个人，我们之前已经在这个娱乐室里面，我们在娱乐室里面待着，然后互换了身份。我俩当时在刚到娱乐室的时候情况也非常的紧张，但是我们后面互换了身份了以后呢，就是隔桌相坐，但是娱乐室一直没来人啊，就是那个饭堂集合那个地方一直没有来人。这个时候同桌来了，同桌来了以后，他一句话不说，然后他就往回跑了。我跟崔伟就开始等着记，等着记，等着记，追着他啊，急什么嘛？真是，
哇，这么牛 ！C 哥嘛 ，C 哥给猴哥狙了，他们两个不是互换身份了吗？然后我听见小白哥，哎呦，我们是他们两个狼被点出来，他很烦。我们先出 C 哥，过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先出 C 哥。我在保安室，我说他们仨搁那跑啥呢？在娱乐室武器房那附近，我全看到了全程，我还看到芒果笑三他们在那个反应器那里转来转去过。先出 C 哥，这个芒果他真的是鹅吗？没事儿，他让谁把步步刀了？我们步步两个、啊、没事儿，笑三是笨蛋，两个任务的进度，只要芒果不死就行，要刀我们两个不死就行，我不认，我觉得芒果你就不死。先出 C 哥过。啊，真不是这样的，我跟 C 哥在游乐室通了身份，然后我们遇到了同桌，我们只是单纯出于对同桌的喜爱，然后追着他，围着他一直打打击，我们全程就只有在打打击，真的很欢乐。但是同桌他太害怕了，真的他太害怕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。我们真的一直在追他打打击，真的很，哎，只能这样了。过来，但要是 C 哥也没问题啊，过来。完成出 C 哥呗，同桌朝你一整局。我带了油炸鸭找你一整局，我从整个地图我都逛了一圈，我怎么找不到你人呢？是啊，找不到人呢。我非常担心同猪的状况，找他一整局，因为我算了，我确实不是鹅，好吧，我是个肉汁，我跟同猪换过身份了，所以我就穿了一下他的衣服，反正我是让肉汁摆出 NPC 过来。那出 C 哥呗，哦，可以出 C 哥吧，无所谓，我不是肉汁啊，你肉汁，你是为什么要让人刀我啊，芒果？我做好人肉汁，你不想你当一个废物一刀不开，什么意思？好，你听错了，哎、又在玩花的，我直接一手黑你了，微信就行。好，哎，真菜呀、啊！哎，你们三兄弟真菜呀、啊！太太你。你们仨很难赢，我只能说，我是一个哪里去了？两个弹性都这么差，不是你们仨真的很难赢，十大壮真的很难赢，给波三罗当玩也不狡辩一下，来来去，兄弟们，爽！我只能说我已经退出保障厕所了，就几反位的那个加拿大，还有没有中立啊？给我报个身份，我再狙一个，然后咱们弃票，只能这个样子了。你呆呆的，滚！哦，牛啊，芒果，鹅变成肉汁再进化到加拿大，真有你的啊！出崔姐吧，到了就过啊，不，到了就点啊，过。我是肉汁，我是肉汁，我是肉汁，过。OK， 我是肉汁，我给你报，不不不，是殡仪，铜猪是侦探，猪猪是官鸟，笑三。是什么？我想一下啊，叫三是锁匠，狙吧。嗯，我觉得油炸鸭说的对，过。行，等，过。给我整些这些虚头巴脑的是吧？都别玩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你狙呗。哎，游戏没结束。哎，不是，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啊、他拉铃早早的用了出狼，是不是鹈鹕还在对、啊？对，有可能的呀。那鹈鹕是谁呀？谁是鹈鹕啊？喂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这下好了，这下好了，怎么一个任务都不做呀？啊？什么任务呀？根本就没做过。哎呀，什么任务？聊天都有意思，这是做什么任务？哎呀，聊天都有意思。服了，兄弟，我就是鹅。你怎么死了？我可以去做了，帮鹈鹕。完了，感觉鸽子赢了，小山赢了，没有鸽子赢了。不不不，他们站一起，鸽子赢了，鸽子一定赢了。还有一个小山傻乎乎的站那等着。呆呆鸡，气呼呼的呀。二代吃一个吧。没看见吗？铜猪搁右边。完了，他在下面。嗯，完了，这边肯定没。哎，你进去。耶，猪猪啊！快跑！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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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
我是不是？吃了我是不是也赢啊？我后面有个人在追我，你知道他什么情况吗？别过我了，这追不上了呀。我这个好像，哎，你是啥？你是啥？我是鸽子呀，他是鹈鹕、哦，不是我赢了更好吗？那你摸一下，也是，哦、也是。啊！我小三你好没用啊！小三给小三吓得不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小三，你的爽局居然完成这个样子。小三，你真是怂的一逼，居然完成这个样子。该睡舰长了，还是让鸽子赢比较好。你的爽局居然完成这个样子。哎，该睡舰长了。哎，写个500字检讨吧。小三的爽字还在喉咙里啊，啊小三。哎，芒果，我真炸糊了，好爽。纯，我知道，我人都傻。纯运气。小三要破了都，开了。小三起起去了，小三。哥们儿开始黑劲儿，不管了。网红好，我就应该。遵从自己的判断，你就应该直接我就应该遵从我自己的判断。我上一把，空空下三孙悟空，后者人是不是必有坏呀、啊？闭对，别动，我别动，我上，别动，都别动。难道你什么玩意儿？轰轰是哪儿？你好，轰轰是哪儿？把他搞了。轰轰是哪儿？为什么是哪儿？啊，大家好。嗯嗯，怎么？嗯，轰轰，我怎么看着小王不如？给轰轰刀了呢，啊！王菠萝先是这样的，他剑桥给我报身份，他迟疑了两秒钟报了他的身份。完了之后，我们从娱乐室右边走，然后我看王菠萝一个瞬移，轰轰洗掉了。啊！我是肉汁啊！我是肉汁，我直接报身份，我是肉汁。过了，我讲出王菠萝，我轰轰油炸鸭，孙悟空我们四个人复活在一起。此时。油炸鸭率先发难，他说：“轰轰，你什么身份？”轰轰一马当先。此时孙悟空突然来了一句：“都别动！”于是大家都立住了。然后紧接着轰轰就死了。都别动！这是中途，这就是全过程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轰轰不好，我也不知道哦。猴哥还说了一句：“轰轰是狼。”但是我们四个人一直都在一起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轰轰是狼。反正就是故事就是这样。反正大概就是我听到有人说轰轰是狼，然后我就站在轰轰旁边说，我说轰轰是狼，轰轰是狼。然后我没，哎，我不想报他身份，我看有个人就是我好像是看到就向我冲了过来，完了轰轰就倒下了。谁倒的不重要，是一个像我就像那个轰轰就冲了过来，我刚刚当时跟轰轰叠在一起的，我赶紧一个下步往下面一侧，然后轰轰就爆开了啊，就这个样子，我把情况给大家说明一下啊。但反正就有人在那边喊轰轰是狼，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喊轰轰是狼啊，过了。反正我听的是猴哥说的轰轰是狼，然后反正那时候我跟 C 哥是真男人换了这波真心无敌之真心，我信 C 哥，好吧，我听猴哥怎么说吧，过了。我在发电机复活，发动机复活，然后走到那个娱乐室上面的时候遇到了壮壮，壮壮好像是在传媒宿舍里出来，然后他往电机室那方向走，但是遇到我的时候他没有刀我还是怎么地，反正就分开走了，然后就不太紧了。那我觉得可以听菠萝说吧，他如果是说听见猴哥喊着轰轰是狼给他囊了什么之类的啊。过什么，我一开始在储物间出生，然后跑到娱乐室，那个时候娱乐室还一个人没有，然后我从武器房绕了一圈再下来娱乐室，这个时候肯定要来人了，然后就一群人在下面说轰轰是狼，轰轰是狼。一开始我以为轰轰刀了一个人，就是他已经扛不住压了刀了个人，然后猪猪刚好拍进来，但是拍进来是轰轰死了。我看尸体上面是要么橘色，反正不是猴哥，要么是小白哥刀的，要么是谁刀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轰轰是狼啊，反正也有人说他一群人站一块的，我不知道为啥，但我也搞不清具体是谁刀的，那我咋办呢？那我也盘不出来啥东西啊。但是轰轰为啥是狼呢？是跟人撞身份了吗？如果撞身份的话，这刀可能是对的。过。
我在淋浴间出生啊，淋浴间出生，然后做了个清洗的任务，然后出门的时候碰到了布布，我还心一激冷说了句嗨，但他也没有追我啊，所以说在我这边布布做好，其他的人都没碰到过。我先点炮，归票崔婉莹，我等三个数，要不要狙我？三一 ，OK， 朋友们，我正义使者啊，我跟芒果换身，我正义使者。崔婉莹不断的报我身份，他至少中立一下，要么就是狼队友。好吧，我上来以后，猴哥说轰轰是狼，轰轰是狼，轰是狼。我上来手起刀落，直接把轰轰嘎了。对是不对？崔婉莹看见我过来，然后他不断的说，他说我不太想报他的身份，但是我看到 NPC 过来了。崔婉莹中立一下，要么狼队友，我投崔婉莹了，过。你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郑重声明，这刀跟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啊，本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，所有的描述绝对真实。没有别的这个信息啊，我给猪猪报过我的身份了。过是这样的，我笑三轰轰孙悟空在一起，我四个人复活肯定有一个坏的，我看轰轰穿的骚了吧唧的就不像好人，我就喊他是狼，然后就给他刀了，就这样过了。好，朋友们，遵从自己的内心，我来给大家讲述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笑三油炸烟还有轰轰，我们四个人在一起，然后呢笑三此时说了，四个人里边必有一坏。我想一想也对，我一寻思，我说都别动，我看谁动。完事轰轰直接就撒丫子就往前跑，完全不理我们。那么然后后来呢，油炸鸭说轰轰是狼。哎，我一想对呀，那这轰轰不就是狼吗？他往上面跑什么？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呢？所以他一定有问题。然后我也说轰轰是狼，然后 C 哥就把他嘎了， C 哥把他嘎了，这一刀一定是，我觉得一定是好的啊，这一个。但是啊，这一个我跟你说，小白哥这个位置啊，他不是说他报你不报你身份，因为他不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坏，所以这轮我们不能投小白哥。我们这轮投谁啊？我跟你们说，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我先给你们点仨人，铜珠布布跟土地爷，这仨人 80% 都是坏，点兵点将点到谁我就选谁。铜珠全票打飞过。你要这么玩，今天晚上咱都别玩，猴哥。不是，猴哥，你好那个，猴哥，你好那个，别玩了。你们看，多少人弃票？你们看多少人弃票了？我现在弃票了呀，怎么能够输？你看，你们看，急了，是不是要点出来？徒弟爷也坏啊，徒弟爷也坏。我怎么是坏、啊、只是时间没够，土地也坏，土地也坏，土地也坏，只是时间没够。我刚帮你点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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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走了。土地爷，你别追我呀！我真不是坏。出我过。猴哥，我真不是坏啊！刚才那票我是点到同珠身上，跟你是因为为了正自证身份啊。过啊，大吉过啊过不不不不，我来说一下啊，我非常的有根据。我跟你们说，为什么这一轮我上一轮我会说步步同珠徒弟仨人都是坏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啊，我笑三油炸鸭，我们三个人，这个四个人一起走，轰轰。我已经遵从自己内心了，我现在他是不是坏我都决定他一定是个坏，所以我们三个人绝对的好。然后呢，芒果刚才的发言他是什么呢？他说他要保一手 C 哥，所以他跟 C 哥应该也没问题。小白哥明显是一个什么牌？鸽子发言，对是不对？小白哥像是那种唰一下往下边走啊，就是那种没有刀的很害怕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一定是个鸽子。那个波神跟猪猪我忘了，所以我点兵点将确实点着铜珠了，没办法，说铜珠吧。OK， 我说一下，我是肉汁，小白哥给我报身份，他是加拿大，你知道吧？小白哥在我这里是好人，他是直接说了加拿大转头就跑的。王布罗在我这里，我还是不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是个好人啊，因为他给我报身份，他想了三秒钟他才给我报，你知道不？完美，就是他迟疑了一下才给我说的身份，那感觉那身份不像是真的。这把先出铜珠吧，过了。行，不同桌过。过。啊，那出同桌吧。那小白哥死了。打死他。打过。蝙蝠侠杀的吧、哎、可能。
他不知道。小白哥，蝙蝠侠啥的？蝙蝠侠，蝙蝠侠啥的？完美。小白哥去哪儿了？还有四个机票。不知道。我在娱乐室没看见他呀。我给你报销。完美。你是来人了？来人把布布给刀了！你下去了？为什么？布布，你是坏坏！你是坏坏！你是坏坏！猴哥，但是我觉得你有个点错了。壮壮，壮壮他笑得很开心。走吧，我们去做灭火任务。那我帮猴哥。四个人两个。哇！我随便喊一个喊中了。全片打飞布布啊！布布替同猪报仇。没什么好说的，对不对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一怨还一怨嘛！过过过！点楼上，就如楼上所说。我不是你咋刀的胡哥？你还惨叫呢！我都以为不是你刀的了。谁刀的呀？布布说：“那我替同桌报个仇吧。”啊！胡哥，你都出布布过。行过。啊！没了吗？就没了吗？这都不说啊，那我说呗。反正先出布布网红洗了，怎么都大家都不说呢？笑三不是跟布布走一起的，笑三是个坏。菠萝怎么也不说、啊？菠萝，我去网红了，然后我能保下土地爷。哎，我去吃几个蛋啊！那你说我在这个时候，我给个鹈鹕刀了，我还不如自杀呢。那你说我不惨叫，我干什么吧，猴哥？你一个鹈鹕，你这么正干什么吧？对吧，猴哥啊？你好那个呀，哎呀，不是我们站一起罢了。网红死了，菠萝没爆 ，C 哥之前有人保啊。我觉得先出布布，后出菠萝，过了，我捏的火。没必要出我，我是咕咕哒。布布，我们他不是鹈鹕，我们只是叠一起了。打我是咕咕哒、哦，不是鹈鹕吗？他是网红啊，猴哥。他是网红啊。我是咕咕哒，我都说了网红死了。在一起。8580，我操，那真的很像是个鹈鹕啊，蹦出来。牛子，牛子，回头吃他呀，吃他呀！没有好，没有好，结束了。他说他执法，你怎么在他面前吃我啊、哦、哇，我刚刚我的话里面只有八个名字，他是肉汁，你吃肉汁干啥呢？这是八个了，我还以为笑三个是双狼呢，你们俩还聊过。哎，拿下咯咯哒咯咯哒咯咯哒，对吧？那个画面真的很咯哒，好大的胆子，好大的胆子。哇 ，C 哥，我们俩开局要是聊完就好了，乱杀 C 哥。